夏浅，我朋友跟我说他对你的工作特别满意。那我还要感谢你呢，推荐我们公司。不用谢。对了，夏浅，你现在有对象吗？当然没有啊。那太好了，正好我一个表哥也单着，他人不错，然后自己开了餐馆跟酒吧，条件也不错，你们见一下。真的没有这个必要。不是夏浅，你看我帮你介绍业务都已经成功了，没准这介绍对象也能成功呢，是不是？你去简单见一下，如果不合适绝对不强求。那如果不合适的话，干嘛就这么决定了？相信我。哎呀，你相信我的眼光。嗯，这好苦呀。哎，你好，麻烦帮我拿一点奶精和糖吧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刚才来的时候看那桌子上有的呀。自己拿吧。哎，你们家这小助理，这样，哎，有个性。嗯，尝尝这鱼。嗯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夏浅，明天下午3点，暮色酒吧。啊，知道了，好，明天下午见啊。嗯，你们约哪儿了？酒吧，明天下午3点。第一回见面就要喝酒？酒吧是人家开的，我们只是约在那儿见面，不用喝酒。但万一你们这个聊得比较投机，兴致一上来，酒喝起来，怎么办？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喝不喝酒的事儿了？作为助理，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提醒你，喝酒不是什么好习惯。知道了。你说啊，人家要是突然心血来潮，要是请我喝康帝，我说喝还是不喝呢？吃饱了。为什么不吃啊？女士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女士要喝点什么吗？你给我来杯咖啡吧。好。是小严吗？我在这儿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徐璐，夏浅，实在是太抱歉了。他今天去外地出差进货，然后飞机误点了，今天可能就回不来了。那实在是对不起啊。抱歉，抱歉了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没关系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好，我们改天再约。好，挂了。那个咖啡不要了。
是在这附近工作的啊？你有低血糖啊？这个，那倒是送我了。我今天下午回公司的时候，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有一点不舒服，就直接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今天相亲的结果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个人没来，改到明天了。明天还得相啊？必须得去。根据我的相亲经验告诉我啊，要想对方不再烦我，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告诉他，我对他没意思，以后不要再联系了，是吧？